大家好，今天把地里的胡萝卜全部搬回来，要种植新菜了。现在把它挑选一些就是比较漂亮的放冰箱。这些都挺好的，长得很直，然后个头也不小。这泥土有点多，清洗干净，然后晾干水分再放冰箱。今天准备煮宫保鸡丁，特意去街上买了鸡胸肉，还有花生。天气多变啊，中午太阳好大，风大。你看现在阴天了，感觉要下雨了。胡萝卜、黄瓜切丁，鸡肉也切丁，胡椒粉，料酒，酱油，加点淀粉，油。现在油炸花生，这个有洗过，然后沥干水分。加点盐，蒜，倒点花生，鸡精，盐，
宫保鸡丁好了。这么漂亮呗？这个还很快。走。煎蛋叫别人吃更大口。不高兴吗？啊？